观众朋友，今日个项目要舒看福起来，来阿明哥刘浩明。听二零零九年的八月初，这时节有一个重度台风莫拉克，伊落个基尼的雨，结果体差不多八月八号的附近，体挨的那个熊的森林，还有我的绿龟，还有我的屏东的林边，还有我的那家同的部分，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其实伤害对我们当地人来讲，其实是我们归咎无宽度的伤害。其实这伤害不单止把当地的天梯呐，全部变成一片的泰水，同时嘛，把全台湾全部人的人心都团结下来。我们今日的主题，如果听我们的莫拉克台风的风灾以后，我们有一点入样时，如果我们今日的来宾邱才燕先生来到我们现场，也同我们讲，你当初演用的戏。把一道事情体拍下来，变成一个记录，同时等以后变成一个摄影展。我们马上放在今天来宾邱成燕邱先生来现场。先生好，好你好，哎，大家观众好，啊，我是屏东竹田乡温春人。哎，先生，我想在听我的节目一开始以前哦，我们提讲。诶，一次路提讲先生是对摄影啊，还有国家来做纪录片嘛，吼，佮一。这就唔只咖啡一代，诶，今日来讲，我帮下地方唔系一个国文嘅欣赏，啊，国文课嘅欣赏。但是，几时间开始会对摄影呀嘅事情有产生兴趣呢？诶，因为啊，佮一个读开学嘅时间哦，诶，读压感，啊，你是叫做中央公司上班啦，啊，当然都接触到那个，天阳嘅部分，啊，佮同时佮。在制片厂的一个周相识、安凤识，我这样尝试出一个题目。啊，有一年，那泰国啊，我去日本，我来讲啊，我想去买一个旅游本哦，爱马去啊。啊，这样来都无考虑啊，我就讲那个周相识哦，我说，那边做一拍拍无可能，因为周相识真贵啊。他贵了，他真实都买一台摄像机回来了。哦啊，你们买泰国也可能做以前啊，品质过好。那么过来还有提要求买一个200个长镜头。哦，阿姨啊，好啦，你答应嘞。一般上海人哦，唔要讲观音，伊讲本即个露台之类啊嘞，高安嘞相机啊。啊，所以来从那边录像的时间，哦，来我蛮多以前的事情，啊，来跟我请港腔来泰国。如果我送一台相机，哈，完成这个一堆摄影的第一步，啊，我连拿到相机的时间，你这个会慢你搞你去翕相了。当时哈，来航片一个台湾的国体红的。泰杜斯的一个书店，啊，请安阳的翕天阳，哦，安阳的翕周湘，哦，个周湘的温柔啦，唔多啦，哦，啊，但是看起来哦，看唔多是啦，哦，啊，天阳的都完全无，哦，啊，最后当然都中央给落实夫也最美好，哦，所以会拿去抢高赢，包含。摄像片，以前是五拍的，哦，托个，那哈巴多我朋友的朋友跟我提眼镜出去拍片啊，那个摄像，是不是？哦，安用的是海，哦，安用的逆光，哦，安用的是影像，他个托个非常严谨。啊，是不是呢？我穷呢，我阿人无么个钱啦，啊穷。啊，因为环境的关系，哦，还是有穷片的那个药水啊，哦，买那把我手机拿出来了，哦，啊，伊来房间里哦，啊，都带片的这个穷呢，甚至于天阳五拍的也这个穷，要穷死了，哦啊，所以这个开始对暗房啊，对影像方面哦，都开始。一步一步啊，
你如果讲，其实因为工作的关系吼，嗰时一方面又系体力制片啦吼，一方面嘛系即个年轻学，如果慢慢的都把一条最啊那个入样做起最基本的功夫，吼，都是学到的。噶问题系，后来即个都开始去毕业以后都去工作的嘛，后都去工作的，噶一入样咧，伊的心思又变下来。哦，因为当时系为南投中央的时间，嗰度后生诶，你想去去短片，青山嘛去，哦，他家也非常研究，啊，他家从阿啊出钱来带片，哦，个十六米里的带片，真贵啊，我都落去啊学习，启蒙工来人有机会去参加，过智商诶个种诶短片诶个比赛啊，啊，那边来。啊，去教书的时间，一开始托两台工作嘛，哦，佮开始杀有，个外面的金水奖，哦，声音天扬，佮我讲声音天扬，个比赛，哦，佮佮下外头都有，因为外头有个百米里的天扬旗嘛，哦，啊都三方外人发现到，外人托个。杜斯王前面个阿个场景，哦，前面请求都勉勉强强安尼过去，但是也行到个山峰个庙坛，奈如何摄像个场景啦？哦，阿个阿个来学生个一上课一看来，哇啊，阿个都杜斯王前面阿个演员哦，啊，全部都推啊！我个杜斯王啊，前面的人吼，安尼。扭捏捏吼，啊，他个过微商啦吼，又我也唔用的吼，哦，批国啊，好祖国啊，好啊，过来前面啦。后个恩人出面，个托办方啊，讲有卖爱做祖国的，你咧就必输啦。哦，他个亲有亲戚，所以我当时托个庙台有可能是个上铺西铺的，个。声音天呀，啊有得奖了呀。我说，其实现在声音天呀，还有主题的，有内容主题的，唔系讲从纪录片样来，将来纪录一个主题，而且还一个有故事性的，一个天呀，系咪？一个乱的，有声音天有讲有形式方面的，一个和内容方面的，好，不管形式，也算内容，一天爱一个。外面呢，天阳也冇看过诶，所以话样片冇人呈现过诶，唔剔白实验，哦，譬如讲系去嗰啲短片，哦，去强调一啲人嘅心情，哦，啊，你摄嘅摄像机嘅摄影机啊，摄影机啊，经常呼，我啊都摄嘛，摄呼，啊个重叠。重叠一点人，同个邻居的各种的状况啊，哦，阿杰外头上个表现一点人，哦，邻居的时间啊，个以内心是同个明白的呀，哦，因为一般外人看邻居的人都阿个马上拿出来了，吼，你也唔同，就个地方也感觉，哦，外头讲思念讲啊，用。轨道的画面，哦，轨重叠的画面，哦，包含用指尖也给影像，用指尖，哦，然后摄也给指跳来跳去，跳来跳，都邻居的画面，唔但是真人的就会邻，啊，给自然的就会跳来跳去，就等于讲啊咧，用轨道画面来表现一个邻居的人，也给内心的世界啊。啊，声音有成功无成功，哦，都当然要看观众的想法。可是几十摆安尼有得奖以后，算半年的归他的鼓励哦。啊，个纪录片都无相同哦。哦，纪录片都个唔做唔得南昌实验咩？唔错嘿。嘿。对啊。个纪录片都真真实实的。好，你从剪接的时间可以。可以来处理一下，
这情感的部分来弄，啊，其他全部都用真实的，哦，啊，各模按从现实，各从内容，嗯，或者像纪录片的一个主题的开始，好多开始纪录，要不要主题还没有做，哎，开始以前还没有做几多的功课啊？我做几多的功课？哦，从来拜拜逢宅的时间，哦，对。你看了，那也归长啦。哦，要两个，还不如拿卡面拿多加冻的，加冻的温呢。有对人种的来呢，有的富人家种的来，如果偶尔来去，有的金妈啦，啊，都金妈好妈，他是因为讲好的话，哎，俺老师讲俺他们是，他是俺都不姨妈啦，哦，妈都有哦，发泄爽快。我哪里去别的表演，我那边还有腿，有快速腿接触，哦，发现到啊，也唔适合做那个记录的对象，哦，变来讲啊，前多记录对象，你嘅阶段压力一定系大啊，唔中唔都唔得讲啊，唔去别的太快，啊，冇一啲主角落去行，哦，所以经过一下你的努力啦吼，将家庭温呢，啊，佮差不多三呢，合教的心跳，教的嘅温呢，哦，所以也一步步都一个记录对象，哎，啊，我下步仲系咧，我多潜记录，哎，多潜记录，最后能先第三。不是为了提个放在地方，请到一啲可以采访嘅记录嘅对象，我哋咧陈燕先生花几多时间，喺度节目，我哋如果同人分享，也会入样嘅过程，同时对我哋又带有几种相片，我同他跟你来分享，讲睇过程地方，看到可以通人嘅部分，我哋休息一下，马上过来哟。欢迎过来，福气来！上个节目，我是来自屏东的邱长燕先生，我能讲一当初很勇啊，去学习也个纪录片，还有摄影的一个技术咧。我说请问一下吼，因为小时候头痛，我就讲，哎，你的纪录片的时间又有得到那十十年天养的一个奖嘛吼？但是这些学习的过程地方，甚至讲后来提个摄影啦，无论讲做十年天养过程地方，有多多你这个印象过深的事情？有。啊！有一摆哦，带学生的去给阿里部落，哦，反正前进过去啊。嗯，哦，贵阳呢？哎，贵阳，对舞台在上去。我唔错。阿里部落路啊，是平原最高的。最高，最高。啊，许多个时间，那群学生的讲啊，啊，给有一个什么的想读的客家人，加尾头的。阿里部落，哦，啊，一个个古小姐吼，一出的一个 DM， 一戴了好看嘛。那边来戴好长的 PS， 那啥，这样真是怪不应该。那啥，同我讲个了，而且纪录片，而且一个纪录片，一个客家的什么的改编原住民的一个文化。啊！哎，用诶改编呢，我就记录。结果爱去诶多山当风，比如小会个卢卡啊，同样做讲包泰德，啊，我爱都做个讲，啊，我来摄一个啊，一个主题。结果有人谈到，有人又认归好啊，又唔敢诶，佢再来骂人。啊，都俾我啊！来，食饭啦！嘅煮饭啦，嘅好嘅，嘅山风嘅嘅吹吼，我嘅一点嘅一点好食啦。哦，啊，但是，我突然间就原谅我无啥，
唔使我搭埋定啦。我阿玲佢约讲啊，咩咧？下礼拜再来，再来施工。佢讲，我阿咧有事情啦，系磨痕啦。阿哥，然后阿玲第二讲，有个一个结婚的典礼，我讲，你哋要参加嘛？阿艺人可以参加嘛？阿姨都同你讲啦，要唔要参加啦？阿哥嚟讲，唔可能唔做两天啦。我后来，我其实我用请假嘅时间哦，我有感觉到我哋唔错嘅。哦，我咧客家嘅，讲一改变，你咧。文化当然咧唔敢讲个传统文化啦，就意识方面咧都文化啦。它是一个是都是讲归实力啦，哦，所以一件事情哦，本来地多好，你要强逼啊，唔许多一个部落，哦，许多一个村庄，唔马该都唔地，哦，嗯，虽然都个苗如风看了清楚资料，书翻了清楚资料，都是讲吞一批完全冇相同。你批的时间，人底下也个传统的文化的震撼啦，啊，所以这样来推过实力啦，真实，啊，也本来一定的台的高悬啦，哦，那边来的路，爱推人用实力的方式，不过啊，来的都莫去，还来的莫去，这就是两人七年的事情。啊！结果伊人人叫人发生拜风灾，哦，拜风灾咩？啊，阿瑞学个临时机场啊，有女仆龙宫的，阿瑞等也要两公婆有下山，因为那个阿里普罗过多年上山去，有事情的上山去，啊，拄拄啊风灾，啊，个阿里普去个古秀会他们包太多。有人都选择来最慢，哦，都吞下了出面哦，天数，爽的比较紧，有人最慢，所以那个最慢，一个阿里普罗下来的比较紧，就说等多有人下来，等多有人下来，阿人都同个女朋友讲见面，啊，一人两嫂两公婆，也都家庭，唔会很用就。是啦，哎，贵，而且用人喺呢度嘅，所以讲慢慢讲啊，唔系叫佢讲嘅，而系讲见还有人想去探路咗嘅，多时就会打电话过来，啊，但是因为他嗌到亲母啊，我哋母亲定人嘅电话呢，所以我哋咩好明日就讲呢个电话去。那么就是恶家庭也来过夜，都困都上药，讲同猪头十二点，头个几路再过去，一个，因为个条路啊，虽然通常行的很近还可以上去，啊，都去很近上个一头，但讲啊，人约个地方，很近路边个个，啊，都等。对，那么好人用公婆来，还有村民穷下来，啊，那么俺都穷下下去，下个山谷，哦，有百个有百个有下个啦，哦，啊，俺都一些，哦，啊，但是俺的吃香啊，吼，你讲都俺的田里去，哦，一段时间俺的要走在前面。就个国体王来吸引人，哦，吸引人，安尼下来，吸引人又来，哦，再吸引人安尼，同喺江头前面安尼，哎，过去，哦，啊，同人后背呢，吼，后背又再吸引人，后背安尼，再行一下，哦，我打完我呢，另外一撮散呢，哦，啊，背景冇相同，我啊开始要走一点前面去。我像八个山都挺麻烦的呢，我各种还拿个脚高的个人出面平哦，如果我一天上上班还要起水接得在下去啊，太搞到清情况了。我硬系
北宋哩又下来，北宋哩又溜下来，我讲哎，这四五点钟吼，哦哎，不久天来都坐到来，好拉伸，好拉伸，啊好个，哦好个，又继续，哦啊，所以吉吞路吼，一定会快下，哎又有人吼。伊人有把另外一种的方式，如果用索的嘢，标个旁边啦，我个旁边，俺们要了，从包赖的古社会，俺们要称的，唔敢去绑个种。伊人有旁边，俺们绑，俺们绑，有几堆公婆吼，都俺们一堆都俺们绑上去。哦，看那个状况哦，亲门一样。啊，其中有一堆，有两公婆，伊亲族，伊有跟伊讲啊，伊变他家路人，我做先过去阿里部落，因为伊系维族的。啊，维族是嘛个意思呢？因为个卢凯族吼，伊人有一个风俗，啊，一种个民俗，伊人小米鸡的时间吼，我讲嘛，大概。和党人讲出来的黄牛的，个开头目我哋加持，会加持，啊，同时也加出我持足的枪太高，我阿爷个杜仲勇先生吼，比如书内讲出来以后，比如党人，比如最伊个写足的。都追到阿里部落山丹峰竹篮的这落个秀，哦，都等于讲啊，伊啊杂竹的，推背路伊啊室内呢，室内还摆都中年纪的时间，而迟的呀，哦，啊叫个拜风宅啊，还有伊啊个竹的磨碎呢，啊又磨东西好些呢，所以伊连用古木。个什么松松啊啊！我阿家国也都改听，就是说最长的时间吼，用最简单的方式唔怕，也要八个月，好啊！一般一人按八个月有啥物沟通工具？好，一开始都好一般的生活茶的嘛，好，那么都行得的。啊，多个一个眼镜，我平常一个蔬菜，都用眼镜，有条天往过去，啊，去到没办法去，啊，又在行过去，啊，为主的吼，啊，一人更多的时间，还没多阻拦的，做太太的吼，比如我经常，我先走过去，看看晚上我，我讲那么。诶，老公我都要见人，玩生毛吼，哦，佮主要玩生毛，哦，那么有一讲，又玩生，哦，就终于清通啦，一扎冷热呢，一扎冷冷热磨碎，磨东西吃，哦，一路他玩或者我说，但是夹抽啦，夹抽，所以咧行夹掉个水管。水管本来有水管的种起来啦，哦，啊个煮个煮汁，哦，一台锅个煮汁，哦，煮哦，哦，煮来的鱼煮的，啊，看到鱼几个几日嘞，伊人又要下鱼，因为下鱼有几多事情，哦，来判，哎，啊那么，啊几分时间吼，哎，我感觉鱼的亏损，他讲。说明一下，哦，啊，落个弥补嗰个粮食基础的等，哦，等下个村民的时间哦，啊，看到底下弥补农工是鬼排路去人啦，迄个是有个比样地有个村民下来哦，哇，马上滴滴帮都他搞个读书诶，天台上，哦，啊，都等于讲啊，弘扬。那个七条的通道，
故事伊的风采虽然讲买团体爱登贵铺落个路，但是唔买团体爱登贵铺落个线。首先下我下一段节目，我哋买嗰度个精彩相片，还个精彩故事，我哋马上过来。翻过来，复起来，上到节目，我哋陈彦先生同人讲，提莫拉克风灾的时间，伊就看到个情形。那故事唔成功，我哋马上向我哋陈彦先生同人讲继续个故事。当时头嘅尼泊尔嗰个临时机场嘅咯，发现到有三姊妹啦，一个三姊妹哦，相当紧张，一定系焦虑，你都等嚟跪下主呢，等嚟跪下主好，我系。来这样来那边做，来可以去做一个记录嘛。我来那边做，用相片来做一个记录。因为伊在阿内个状况，一天都会变嘛，一天都会起来嘛。一个起来个过程，还想是伊在连做嘛。迄个是讲连做个可以成功个时间比。但状的话，佫有加出啦。好，人讲，西洋家讲啊，连作如起承转合啦。哦，啊，也如伊在起嘛。哦，啊，也如显示，他说来吸了以后呢，不见得还有下一种呢。可能打电到的以下呢，也是慢人哦，可能无下来。我如果伊人等了两三点钟后。可能都病气的，可能有，但是因为伊能够坚持，所以我都可以在托付出来等，等那么有，要继续托个吸引人。那么呢，有吸到一个个鼻样底下来，最后一棒，哦，最后一棒也个也没黑毛下来，个也都也个骨质都没了，所以也一个很美也美吼，还也唔低啦。但是你的比较其他都还多神奇，哦，神奇可能还腿的有关系嘛。啊，我们都亚路政治都一样美啊，哦，伊在那下面啊，哦，阿拉面呢，哦，伊在路个太子吼都转过伊啦，转过伊啊亚美啊看到也转过来，哦，阿样还疼呢。天天人哦，啪，都是被压撞啊！啊，最后都有个两个人男的穷下，哦，都等于讲那个当时莫拉克风灾的时间，三方的人下来，啊，大厦的人同个等候，大家相当期待这家个亲人哦，可以下来。可以托平地相聚，哦，阿亚鲁其中的一个家庭，哦，阿亚个哦一种夫，还有参加比赛叫做金牌奖，一种，哦，他是连作来玩玩物，你参加比赛，阿亚鲁一个事情，具备了时间，哦，有一个肖像权呢，一个。影展做我们的精彩标呢，所以买入那有一请也上寂寞，经过几多波折啦，问阿里部落的，问其他的总头的人，没人说是，最后都托泰沙，泰沙的用救物，泰沙请到伊妈妈，请到伊。啊，就还有阿母也讲，哎呀，可以这边可以展览出，可以公开嘛。啊，伊妈妈都讲啊，只要唔要做坏事，也一看落是安尼，过好的事情，一定啊过光荣的事情，
如果你都答应，我会赞人。透过欣赏当时的一个翕相，地方都朋友都讲，爸爸也把故事讲了一个最完整的一个故事，对这三姊妹去登一个登飞机，但是唔记得登满伊，好一飞机一蹦一蹦下来。唔知即个妈妈我提出神奇上面望，最慢，真正妈妈提最慢一点。哈罗斯，我相信对现场的人，同时讲对人呢，照顾来个，应该照下山那个普通人来讲，我怕其实嘛，迄个鬼太的鼓励啦。从这时间其实望落去风灾的时间，唔单止系讲我哋屏东啦、嘉东、林边，同时听下等咧高雄、玉龟啦、甲县啦、秀林，什么发生了鬼太的事情，它其实发生的时间。对于丁入人嘅人，无论个纪律嘅人来讲嘅话，唔几时会想到讲按要按到个地方可以去按即个一家庭去起来咯。本来一开始那里去秀林村，啊，一到秀林村的时候，发现到千多人啦，千多人吼，啊，我挨到准备讲，讲来先偏外地方过，啊，秀林村原来都较贵啊。都几多年都会摄啦，啊，他个真是讲相当悲伤啊！有的灾难的感恩会还有戏，哦，啊个感恩大会的时节，进行了重建的时节，有的妇人家吼，各位亲爱上啊，忽然间悲从中来，啊，老实讲，啊，都受凌迟，西北一带有一位先生吼。比如卡四百年买了去了买一碗腾轮椅过火把去请比如卡了、哦、虽然没请到但是也表态一个心意我来也没有古用五种比压给董事头甲县甲县杨氏替的考上古用五种阿鲁里面八八节加以靠上台哦，对台北归来，啊，结果又买一个地所以当时给感恩大会的时候，有的夫人啊，还没听台上，好个丢子的时间，俺们可以体会一出。哦，阿公还出事那个四月的时间，哦，有一摆给马英九总统，啊，都来俺们屏东，给永久给一个慰问。还有屯四位讲，还可以行在总统前面安尼，一行进行，啊，如果进退可以不碍事。可以啦，可以，啊，够解释啊。哦，阿个阿鲁，哦，适当的时间，阿鲁总出去。第二，左边一个脚架呢，哪脚架？右边哪卡梅拉呢？都安尼，都安尼，里面安尼个行过慢啦，阿个马总统的脚过长啊，都行过夹嘛，都一下马路都系前面的，我个四位装好都都会行啦。都前台上啦，都以前乜嘅挨唔住啊，都出钱啦。结果啲同阿天叔嘅思维，都个一板挨唔脱嘅啦，一板挨板挨，板挨都撞爆嘅脚架吼，拿不赢。我同阿天叔有脚架啊，我阿姨都真系同佢拿啦，拿脚架都拿过去，我阿姨都几熟悉啦。我去阿马英九总统啊，拿嘅啦，哦，系也阿坤那里啦，阿你。也归国军用了，我阿奶都起不来吼，给南面给公安司机装路都亲自来啦，亲自来都同个绑，所以啊，其实也起不差唔多呀，吼，啊都临时那个侍卫吼，啊本来都紧来讲，哎，我希望也亲怀念。要把一样咱的主题啊，吼，叫做逢疫快门，吼，飞噶，如果能转落卡意思。当初，一先生听一个主题有乜个想法？诶，里面系咧，买都可在看一个样片的时间，唔系周片的时间，买我们到最后，可能聚焦一头嘅鬼路卡，为过火。哎，主题主要如果离家、搬家啊，要重建家园，哦，好、哦，那个最后的鬼那边头个鬼家啊，鬼家，
俺还主视觉路，诶个啊，里部落个个村民，把攀爬个诶，一堆公婆，一堆公婆，哦，有三堆公婆，哦，安尼爬山，哦，阿老公哦，天数个也教的，啊，都一点一点安尼爬过去，带入样片的部分，都作为的主视觉，哦，啊有。周片的部分嘛，哦啊，那个咱们那边歌唱当中，哦，给刘恩明先生哦，有里面一篇啊，有两年二月一百写野味，哦，啊，所以买那个羽毛包不来，俺爱撸起一撸卡，拿贴拿枪贴枪，哎，俺在那高一的师傅嘛，哦，枪里，俺讲你这不是了。照顾人身体，啊，结果雨沙来啦，啊来啊，咩哦，啊，那路东啊路就是是个轨道嘅江头啊，哦，啊也有同个轨道嘅距离啦，哦，也有同个摔轨道火花啦，哦，啊也个了解实样嘅，懂实样嘅人来看哦，对外人来讲是。一个前的一旦来重要的事情，哦，一般民众来看哦，可能对下士的两个，尤其是转体可能唔多熟啊，哦，那个比赛样的人一看，哦，有下啥，马上就同讲出的优点，哦，马上路马那些有问题，那些做陪衬呢，哦，那些我也上当真，哦，那些个作品。以前都讲的清清楚，哦，啊，给安民先生吼，啥，前了一礼拜了，啥过程来了，啊，过程来讲啊，我听讲啊，讲啊，还唔免，起来去看嘞吼，去操劳，啊，两样里面讲唔免啦，啊，都为其他的人员啦，哦，所以变咧一来来参观都变咧讲啊，最后一个。第二样要讲了，冯玉母亲人生有钱，虽然冯玉会疼爱的贵族卡路，但是唔会疼爱爱的贵族卡一块心。经过感伤，我等下从杨先生来先从冯相安度，唔同下位，我那个冯仔嘅杨相仔的故事。感谢主持人，感谢好名啊，啊，感谢各位观众。休息一下哦，再听下咱先生来，听我运通哦。我跟福气来的观众朋友，记得去我的面书、听赞，还有到我的客家电视台 YouTube，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